菩萨为众生故，以助人行能行，忍苦自食行持，誓愿不生退困，精神勤困奋力，是为勇健雄，用心来菩萨啦，为众生故，这就是菩萨。所以成为菩萨，就是为众生。最近还是一直甲大家人讲，菩萨所言言苦众生，菩萨啦，伊了解了道理啦，知影修行这条路，毋是独善其身，必定爱自学利人，家己爱身体力行，也都是爱去利益他人，这叫做菩萨。菩萨呢，身体力行，这叫做自觉。菩提就是道啦，啊，道呢，就是觉的通道，所以菩提就是萨埵呢，那就是幽静，啊，就是众生，啊，爱行过这条路啦，去为幽静众生付出，所以菩提是觉道吼，萨埵呢是幽静众生。这就是菩萨修行，觉悟都是爱去行在菩萨道上，都是这条路啦。咱常常咧讲的菩提大德道，就是这条真谛的路啦。咱觉悟了解这条路。都是安尼行，咱真甘愿欢喜，为着觉悟的道路，咱甘愿行，行对倒去呢？就是为苦难众生，愿意去付出，所以这条路，以助人行能行。知影众生烦恼故障啊，众生呢啊无明贪嗔痴慢疑，众生的心故，众生啊这么这复杂啊，就是安尼不断地咧作业。不断的在那物作，这大空间啊，所以菩萨啊，要安怎来净化，从人心开始，从这个大空间的物作，那就是众生的共业啊。要安怎也该净化？咱想看，现在所讲的呢，气冲以翔，那就是因为呢，贵个在天体间呐，已经是异常啦，就是因为受污染嘛。咱即
规工都是拢伫咧讲遮个代志，从无形啊，一直爱要从有形来汇合。有形就是人间所感受，无形呢，就是在啊呢空间本来啊，就是无虾米个。忽然间啊，大雨大风啊，或者是呢大炎日啊，风雨皆无，完全呢拢是日头赤呀呀，无有风的流通，无有雨水的滋润，想想。那是当着安尼的气候，还要搁安怎活落去呢？沙无面顶啊，无风无雨，天间地别，诸日煎刷，人要安怎活？日头烧滚滚啊，都亲像呢，滴。滚水内底伫咧煮热啊，呀，地烧烫烫啊，好亲像呢。迄个顶顶呢，搁再伫咧擦刷同款，叫做煮热煎刷。即种只敢若有日头，大地的刷无，无风，无雨。想看人要安怎活？地球上有安尼的所在无？有啊，古来都有啦，地球都是有安尼。但是呢，这人无法度到的地方，但是现在这种的气候啊。也一滴一滴呢，挖进人类啦。偌久以前所看到的呢，巴黎啊，就是日头真大，气温真高，人已经冻袂掉啊，去破坏迄个水的管道啦。本来是。预备着迄个叫做消防的管道，伊甲消防迄个管道呢，安尼隆重甲破坏，互迄个存着的水呢，规个喷出来，人啊，才伫迄个所在，啊欢喜啊，清凉啊，水那喷完啦。无嘴啊，迄种诶享受呢，则是短暂。万一啊，水管拢总是空诶啦，那万一那有火灾诶时，哦，到底要用虾米来救灾呀？人敢若短暂。这种的无明啊，要取得一时的快乐，这气候短暂的热，人都挡不掉啦。何况呢，那长时间呐、啊，啊这又是要安怎活呢？日是安尼哦，干旱。大地种不出了，五谷杂粮啊，人要安怎活落去？佫有啊，风啦、啊，过凉啦、啊，看看富人一阵的光烈啊风，损失了偌多建筑物呢，真可怕、啊！迄、那个地区恐。当村，咱去改福建呐、啊，
在孔当村，规个村拢是呢孔夫子的后裔，那当中姓孔啊，是孔夫子的第七十几代的孙啊，在这个所在，这就是会当见证这个事啦，人感触会到。是因为阿弥的风来造成，阿风是对倒去呀，阿又是对倒去呀，来无影去无踪啦，一时的时间安尼形成起来，啊，这个形成起来是安怎样有阿弥的风？这就是众生共业。业风啦，这龙卷风啊，对倒来消失，归倒去，拢总无，只是一个的气，其他的所在安然无恙。确实呢，在这错的地方，乃安尼直直滚，直直滚，安尼三万五万啦。安尼，我对这个所在，规个安尼个更起啦，足可怕。对，瞬间几分钟啦，头甲尾啦，就变成是安尼。所以这就是业风。所以咱那个回顾啦，伫过去，咱。这个过程一年的时间啊，既然会救灾，同时呢，长期的展望，一直呢去甲伊设计，也看到呢，摕转来的相片啊，这个砖呢，除了住屋厝啦，已经入厝啦，佮继续是学校幼稚园。佫继续呢，有空座的祠堂，因为咱爱定定都爱尊重空座。虽然啦，空座出生是在个山东，确实呢，时代啦会变迁啦，伊个后裔呢，才会子孙啊流离伫遮生活。过得真歹过啊！碰到这个龙卷风啦，所以呢，这个姻缘再牵引啦，既然会当安定因的生活，则搁再会当会有用心之处，安尼稳定落来，搁再呢开始孔子的纪念啦。在那个地方把它形成起来，让大家人呢可以知道孔夫子的精神教育的理念再复兴起来。所以孔当村啊，这些村民呢也这样表达，他说过去啊，在那个地方生活已经呢感觉人生没什么希望，现在啦，已经呢以孔家为荣，伊是孔子后代啦，啊，真光荣啊！侬开始提起了这个意志力，开始呢，咪振奋起来，真呢就是历史有起有落啦。现在开始因。一村完成啦，教育复兴啦，孔子的精神回归伫这个所在，这就是菩萨。虽然啦，真难行一路，难行也是能行，总是呢会当成就吼，一群一群的人去，当地的人去，那就是自这人啊。在当地啦，有的呢去关心嘛，这
法院在那个所在去监督工程。那有人委员在那个所在去做工地人文，甚至呢去辅导因改分，辅导因改造，在工程中呢辅导因投入呢家己的厝，家己来起，所以予因会当以工代赈，也可以安住因的生活，也可以起家己的厝，也伫这个所在呢，住这人啊，辅导因的生活方式，所以唔通食薰，唔通食酒，改变一个好的习惯。这要几年的时间啦、啊，看到主祭人软实力很可爱，看到迄个画面啦、啊，安尼有骑车，就是要来上工啦、啊。啊，看因呢，嘴里含着一支烟，主祭人啊，都安尼甲伊拦下来，真温柔的，将伊的嘴含着一支烟啦。菩萨的手啊，把嘴里这支烟给抽出来，伊就讲：吃烟哦，损身体哦，你爱保重身体，安尼好无？人伊嘛笑笑讲：好，好，吼、哦！啊，唔通搁吃烟，爱戒烟哦，一定的哦。好，自今仔日起，我拢会定定来看你。爱戒烟哦，好，逐项都好啊。自今仔日去，因都要逐天去看，会当戒烟啦。果然，现在拢戒啊啦，无酒无烟啦，真认真工作。所以，伫短短几个月来啦，两层的老厝。西桥啊，顶顶隆重工程呢，就是开始伫咧老家落来，啊，已经一回一回的相片啦，看到完整啦，真水吼，那真壮观啦，一个庄安尼呢，已经完成啦，就真紧都会当互因搬入厝。看到伊伫咧准备搬入厝呢，哇！都搁在想着，想着伫1991年啊，花东水灾的时，咱嘛是伫六月伫兴化县呐，蔡高村呐、啊，嘛去甲伊建迄个自济村起来啊。因为花东水灾啊，灾难足重的，咱除了赶紧去甲伊。急救、急难救济啦，搁再动灵救济啦，搁再呢，这起厝啊，这在迄个所在赶工啦，几个月来呢，规个庄改完成。在1992年开始呢，咱就予因去立厝。也嘛有慈师傅啊、安师傅啊，啊领着诸行委员啊，就是伫迄一天，6月8号即一天啦、啊，因呢带入了一群诸济人啦、啊，去替因剪彩，予因立厝，嘛发放予因迄个地契、厝契。挨家挨户啊！哇，大家人喜气洋洋啊！敢会知影讲，迄当阵呢，是偌年真辛苦，住这人呐、啊，是安怎样长期去住宿伫迄个所在，一个喘一个喘呐、啊，要互伊赶伫几个月来完成啊！抢晴天呐、啊，战雨天，吼、哦，因迄个口号啦，安尼真紧
和因的厝呢，也是真庄严、喜气洋洋入厝，那就是对。1992年6月8号啦，当时呢，嘛搁在为学校去动土，学校啊，也是因为爱搁在经过设计，所以翻当年呢为学校动土，这呢一连串大量呢的水灾啦，这一连串几那年呢？啊！呢，救济村的建设，吼，啊，民房的建设，啊，个学校的建设，干那伫浙江，都过去为北所的中小学去动土，这都是伫兴化北所的学校哦。刚伫这个时阵动土，好看到历史啦，这拢总是菩萨唔惊辛苦。只为众生啦，安尼也经过啦，所以菩萨为众生故，以助难行令行啦，忍苦而摄行之，同款爱忍真济的苦啊，那安尼呢，身体力行，誓愿不生退困。现在孔荡村的建设也已经完成了，这拢总是菩萨有行到的路，遐个代志才会当完成啦。这必定爱精进向前前进吼，所以誓愿不生退困。看到迄当村的来来回回。一诸亲菩萨建在伫台北啊，这一波的大水灾，也阁是看到遮个菩萨咯，无退转。因呢虽然年纪大啦，嘛同款伫个画面上啊，投入呢，安尼伫个牙刷挑啊，清扫污泥，同款安尼伫个做。所以呢，誓愿不生退困，这实在是予人真敬佩。远的伫咧走，近的伫咧做，都是安尼伫咧行，亲像安尼，就精神勤困奋力，那是为勇猛健雄吼，那就是真勇健的形象，还是在吼一种。菩萨的精神啊，都是为众生长长久久，真期待啦！诸亲的菩萨永远都是安尼，直直真健康啦！也也期待呢，年轻的菩萨啦，要不断不断的接力起来，因为人间呐快，所以啊，菩萨呢。爱无处不在啦，现在做恶事啦，这气候呢，气象异常啦，更需要呢人间菩萨，所以爱应行，爱接受落去，所以诸佛啊，众生得解脱。众生都是啊，会做这作业都是心作。咱即马要净化人心，凡夫心、念佛心，佛就是众生的心吼。那众生都回归到佛的心，心佛众生平等啊。只要咱一净化，那就是佛助众生。无不都是诸佛性，大家人都是有原来的佛性啊，所以
从心得解脱。咱要解脱，是爱从心呢，咱的心来解脱，咱的心净化，自然咱就幸福啦。就爱行过菩萨道啦，心若净化，菩萨道呢就入灵根啦。所以心者清净明无垢吼，那心就是清净，自然咱的心无垢啊。这条道路呢，不管环境有偌尼只足啦，气候偌尼只多变化啦，一边呢有灾难啦，大地呢也各位，那只要有心，对，当赶紧给清理啦，这都是那从内心的道，那到外面的境啊。咱会当安尼，将心的清净道行出去，会当除去了大地的环境，迄个污浊的环境，这就是咱爱真用心去体会，无不都是心呐、啊，心者清净明无垢，所以觉就是自然灵觉。发生之智慧，咱人人本具真如本性，就是发生存在。会当觉悟这个法啦，咱人人本具的性，这个智慧啦，这呢就是了尽之智慧，了尽就是烦恼拢尽啦啦，一个的烦恼叫做了，这个。烦恼拢尽除啦，有发生诶现象啦，这叫做智慧菩萨，就是爱运用安尼智慧呢，才有法度呢，真正道理灵根吼，这是咱爱学诶。所以正面诶文呐，是安尼讲：你是世尊欲重选出于二说机缘。当行文讲完啦，啊，因为重要的都再重复，所以上行忍辱，爱悯一切，乃能演说佛所赞经。接落来阁讲，何物世事啦？此处经者，一家出家及非菩萨，应生慈悲，殊胜不闻。不信是经，即为大信。哈，未来修行者啦，发愿要持这部经的人呐，咱若看到出家或者是也未出家的修行人，因呢若无听到这部经，或者是无想要听，或者是无想要信，亲像安尼的人，咱爱起怜悯心。因为这些人呢，无来接受到，足可惜，他是损失真大。所以咱若有持《法华经》，咱若有发大圣心，对这些人无想要听、无想要了解的人、无要信的人，咱爱对因起怜悯心，咱爱想办法去接近伊。啊，若无呢，因是可惜。来了一座人间呐，但在佛法的内底，无接触到大乘道理，真呢是大失吼。所以，咱都爱发安尼愿：我得佛道，以诸方便呐，为说诸法，令住其中。咱都爱发安尼的心，或者的人呢啊，无要听，无要信的人。咱来用种种方便接引伊，可以呢，会当接受安尼的法，安尼呢，伫这个法的内底呢，接落来阁讲，譬如强力转轮之王，并见幽宫，相思诸物，强马其行啊，严心之计，及诸电梯，那自乐生。吼，那
就譬如啦，这个专轮圣王真有力啦，在领导兵将去上战场去战啦，啊，人人有功，有功就爱想啊，啊，想事种种的物件，这安尼有车有马吼，啊，有枪有马，啊，有庄严伊的服装。就表示个升官啦，那搁再呢有产有声音，看伊个功有偌大，就想伊偌济，这就亲像咱修行者，咱修偌济行，咱得到偌济个心得，同款个道理啦。接落来这段文吼，那咱就讲学以依福啦。种种珍宝、奴婢财物啊，欢喜肆意，如有勇健啊，宁为难事。王盖吉中，明珠素之吼。那咱拄只讲啊，就是爱有菩萨爱发心入人间，才有法度呢，真正。另为难事吼，咱都应该真用心一段文啦，学以依福啦，种种珍宝、奴婢财物啊，欢喜肆意。因为呢，王真欢喜，已经得胜啊嘛，所以真欢喜啊，大家人拢得会到，大小项的奖励啦，拢总得会到啊，都亲像咱。大中小乘啦，咱所得到的法共款，会真欢喜呀！咱得到啦吼，那这勇健啦，就是宁为难事，就是真精进勇猛呢，才会当落战场啊，才会当得胜吼。所以讲，如有杰出勇健人呐，超三界者，故是勇健。这真正是咱要修行啦，也都要身心健康啊。尤其是心的健康真重要啊，观念思想要真正确。安尼接触佛法，对佛法呢无疑深信。那一旦深信啦，对佛法无疑啦，咱保护咱这念心。当时修无间修啦，无依修，恭敬修。你有当时有无依有无间的修行，但是呢，唔通忘记恭敬啊！对，敬法敬一切，敬敬一切众生，人人皆有佛性。咱若有尊重敬仰的心啊，自然咱的精进力啊，都会当真圆满吼。所以伫四修的内底，最后面呢，就是恭敬，这是真重要吼。所以宁为难事。心啊，都会当为难事，就再困难的代志嘛，无问题啦。所以为宁为处向大圣之难事，这就是修行。咱愿意呀，要入去行菩萨道，这大圣呢，虽然是真困难啦，路真歹行，要入人群中入。人群真复杂，但是呢，咱唔惊，就是人群复杂啦，才会做真多的业力，众生才有共业，才有遮多的灾难。这个时阵，都是菩萨一定爱入去的时，所以
趋向大成之难事。明知知影困难，但是呢，愿意甘愿。既然要投入啦，就爱克服，唔惊忝，唔惊困难，就是安尼克服吼。所以精勤奋力，就爱真用力，真打拼啦。所以气真向实，那就是方向是真的，所做的是实的，这种气真向实啊，不是只坐在那里想，不是只坐在那里听，坐在那里说而已，是真正要精勤奋力啦，气真向实走去。所以爱大家人爱真用心啦，咱爱以力驱行，这些道理咱拢爱知，咱爱身体力行，故因能为难事，菩萨都是安尼，爱有安尼啦，所以叫做能为难事啦，咱爱真用心哦吼，做王界吉中明珠啦。四季红专轮圣王，那就是毗卢佛。佛啊，开启至高顶上万用的地步，就是佛陀心所保护的法。那现在呢，佛陀愿意把这个法呢，安尼开启出来了，就是譬如顶上明珠同款，是一个万用啦。地步啦，就是《法华经》吼。那譬如在《法华会》上正式向大家人解宽啦、素食，甲过去呢方便法啦，安尼解开开讲，这是过去呢方便接引的法。即卖上重要的就是伫个家，就是爱有资格修行啊，救济众生，叫做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啦。即修行是资格，但是呢，就是爱为利益众生而修行吼，所以叫做圆融地步啦。为众生，但是家己嘛成就啊！众生既然得救，咱付出方法准确，是咱也得到吼这个法。所以，如解宽素食，如往解结素诸共款的道理。接来这段文佫讲：如来应念啊，佛陀也是安尼哦，为诸法王。忍辱大力啦，智慧宝藏，以大慈悲啊，如法化世，佛陀就是用安尼的心啦，安尼呢，为了众生啊，所以他愿意啦，为着这个法啊，众生需要法度，所以如来啦，就是安尼。为诸法王，所有的道理啦，天地宇宙之间啊，万事理想，这佛无不通天啊，所以常常跟大家讲啊，佛以天地宇宙合为一体，所以所有呢，情与无情啦。行有行亦无行，佛陀无不通达的道理，这就是佛陀以
把这个通体的道理，有形无形的道理，真正的精华、精准的给凝聚起来，那就是在这个宝宝中之法妙法啦，就是在这个所在，所以有佛陀都是阿弥为诸法王啦，忍辱大力，智慧宝中。佛陀要行过了这条路，所以会成佛呢。那是经过偌济忍辱大力啊，去付出啊，这点点劫以来啊，累生世无法度算计啊。那一回一回啊，面对着群众呢，受偌呢真多，爱忍辱。那过去拢一直讲啊。世间偌恶作啊！世间人的烦恼无明啊，好乱呢！这个公共啊，这咱拢总真体会了解。面对这的人，敢唔免忍让呢？哈，爱忍呐，就忍，还要呢去付出吼、哦，这是大力吼、哦，所以智慧啊是宝藏。以安尼不断经过来，都是累积精又准，吼、哦，这个精准的这个宝啦，该汇合起来，伫这个宝藏里，都是安尼不断累积啦，所以因缘成熟，他就成佛啦。这是爱经过真长久的路过啦，那爱发挥伊个。忍辱力吼，啊，伊个智慧啊，伊个大势愿力，安尼呢累积来啦，即累生累世结合起来的宝藏，就是伫遮。那佛为法王呐，有大忍力法，伊个内心法啦，就是精准的法伫伊个内心，但是呢，未用得起伊。欠少就是大忍力，所以咱除了求智慧，咱更多爱呢坚定咱的大忍力啊。咱若无有忍力呢，无法度呢完成咱的智慧的心愿哦。所以积聚智慧功德宝藏，爱有大忍力，这个宝藏才会当完成啊。所以以大慈悲啦。如法化世，咱爱用大慈悲。除了智慧啦，咱要个大慈悲心啊，慈悲智慧叫做悲智相运呐。这个悲智相运的人群中，还是呢爱有大忍力吼，所以有六道万行嘛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这是一连串呐。欠一不可啦，所以如诸佛以大慈悲啊，说佛说亦随佛行。菩萨就是爱安尼，爱亲像佛、诸佛啦，唔止释迦牟尼佛，这过去无数佛，那这。四方八达的诸佛啊，释迦牟尼佛都是在诸佛其中之一。啊，佛佛道同啦，所以咱即马要修行啊，亲像诸佛啊，以大慈悲
诸佛道同，就是大慈悲啦。咱开始依佛的精神啦，咱学来啊，学以致用，咱都爱讲出去。讲佛所讲的法，唔只是讲佛所讲的法啊，咱也阁都爱随佛所行的行为，咱就是叫做学佛嘛。说佛所说法啦，随佛行力众生，咱爱按身体力行去行，所以咱爱有阿弥吼，说佛所说亦随佛行，佛到底安怎修行过来？无用所夹啊，定点夹啊，真多无法度去算计。就是投入在这种公共众生人群中，六道呢随着众生啦，安尼六道去度众生啦，这都是诸佛菩萨的弘宗，咱就是爱随因的弘宗来行，安尼叫做学佛行菩萨道吼，所以优化一切。因如法，那都爱亲像阿呢，诸佛菩萨啊，不舍众生啊，忍一切苦啦，难行能行啦，爱安尼行过来，咱的目标就是顺顺善诱，吼，用什么方法？还用方便法啦。虽然咱行在一时。正法，但是咱爱随众生的根基啊，用种种的方便法去接引，所以你必定爱行入有为法，人间所有一切法啦，你拢爱去投入。和现在世间就是安尼灾难偏多，菩萨呢，唔是干那去，何以物足不思议？也都要身体力行啊，去解决因现实的痛苦。水淹啦，帮助伊赶紧把水抽出去。落果啊，梅真多啦，泥泞不堪啦，帮助因清扫。内底物件拢浸甲垃圾啦，烂啦啊，烂个甲清出去，也过会用诶。啊！帮助因洗洗，回归原位。在这个时刻，是众生呢最最困难的事。菩萨就是甲伊同款入因的环境，去清扫因需要清扫的环境，去净化因所需要会当恢复因原来生活的环境。总是呢，这。就是菩萨，这嘛是一个法，啊，这叫做有为法，有为法的一切，那叫做方便法啦。那方便法呢，就是来自无为法，这个心理啦，咱的心，心性的源头，无形、无影、无体、无相，但是呢，理性存在，咱这个理性。要安怎样将佛法的道理用在咱的生活入人群中去？这呢，就是随佛行啦。讲起来实在无物件好给大家看，但是呢，人世间事啦是真多，需要咱去投入去帮助，苦其不易，何为说法方便法呢？由因过来啦，开始会当甲接近，开始会当甲伊讲真实话。有诶修行啊，无要听，无要信，一心诶大道理无要接受，啊，咱都爱用方便安尼去接近伊。这敢是证明迄段文讲诶呢？咱嘛都是爱用方便去甲伊接引啦。咱若无甲接引呢？大事吼，
伊真大个损失，无采伊出家，无采伊伫咧接触佛法，无听到大乘法，真正是足可惜。咱来用种种方法来诱引伊，这叫做诱化，该诱引，该化度啦。所以诱化一切，故因如化，安尼叫做如化化舍。这就是修行如法啦，咱都只看到如法化舍吼，啊，这就是咱爱努力啦。所以如法呢，意思就是可以力。咱不只是可佛心，爱可佛力呀。所以应当信顺如法修行啦，说法者。当如法说，吼，咱应该爱信顺佛法啦。就是这么正微妙，正有色无处不在啦。佛法道理呢是正微细，伊的力量是正大，会当传向到任何一个空间去，而且呢，会当正大的力量去帮助人。这都是佛法迄个道理啦，只要咱真用心去刻意力啦，去了解这个道理，拢是呢，这么正微妙啦。那咱应该爱更搁较信，信顺，爱搁顺这个法啦，唔通搁浮起了吼啊，我想啦，我执啦。我见呐，我想我执我见呢，这种一有产生起来，不管是骄慢呐，啊，或者是傲慢呐，或者是比劣慢呐，这种呢，一慢心一起啦，那咱呢，人一性都变咯吼，啊，千万唔通，那难得呢。接近三宝佛法经啦，咱爱真珍惜。那是已出家啦，咱已经本身就是，那本身就是，咱爱尊重家己呀。尊重家己呢，啊，都爱尊重大家人，尊重大家人，同修者，同修行者呢，咱爱尊重大环境吼。啊，这个大环境和谐和谐啦，那咱会当以身作则啊，领导人间，统理大众啦，导入这个法海吼，那就皈依法啦，那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呀，这呢是经，都爱来领导人人呢。接受法啦，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呢去体会佛心。道理无接触，哪会知佛的心是生做啥物呢？佛心一尽头就是众生心，人人本具呀。这如来藏呐，就是伫众生无明中。无明中藏着如来藏，咱若无安尼啦，咱哪有法度去体会佛的道理呢？所以咱爱刻意力哦，咱爱知影如来藏在众生的无明中哦，咱来好好啊，用心才当甲无明一层一层拍开啦，如来本性现前，这必定。爱经过了一段呢，啊，六道万行的道路，菩萨道啦，这叫做如法，如法可立，那随佛的行为，咱去行，咱去作为，有为法，无为法，咱拢爱去体会了解，所以如法修行吼，所以说法者。当如法说吼，学讲法的人啊，也是同款行为心力啦，嘛是爱肯定呢，这
讲法法的内底，那啊对，讲做会到的法吼，啊那做未到的法呢，啊讲的拢假讲的啦，所以人听的人嘛是啊，爱听听入去了后，法是真实法，那身体就行，那多多去脚踏实地，有去看到那踏实啦。心地放光呢，才体会得到吼。所以时时，那要了解心地放光如来藏啦，那就爱向咱呢烦恼堆中呢去找出呢这如来的本性出来。所以咱爱去开如法的理，爱时时多用心啦。